迎收看106年8月25号的港都新闻，我是罗少君。新闻的一开始，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中秋节吃月饼也可以付出爱心，市府社会局集结19家身心障碍团体，推出各式各样秋节礼品。市长陈菊出席推广活动时，代表市府率先认供600份秋节礼品。高雄市警方从周五开始展开为期一个月的交通大执法，除了针对并排停车之外，红线违停也是取缔重点，才开始第一天就开出多张罚单，警方呼吁驾驶人千万不要触法，以免荷包大失血。长照2.0计划中新增 ABC 级的社区整体照顾模式，其中五甲日照中心设定为 A 级的长照旗舰店，可以提供小规模多机能的服务，大大减轻照顾者的负担，让长辈接受专业的照顾。中秋节脚步接近，预购月饼也可以付出爱心哦。市府社会局集结19家身障团体，推出各式各样的秋节礼品。市长陈菊出席推广活动时，代表市府率先认购600份秋节礼品。而社会局为了刺激买气，还推出限量的满额送好礼活动，呼吁大家踊跃订购身障者产品。吃茶配土豆。19家身心障碍团体推出各式各样秋节礼品，除了应景的月饼、凤梨酥、文旦之外，还有手工饼干、花生糖、蛋卷、手工香皂、陶杯咖啡礼盒组和食用布包等等。市府陈菊代表市府率先认购600份秋节礼品，对所有身心障碍团体都非常的感动。那社会局长期以来就是希望为他们加油打气，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抛砖引玉。那代表市政府，我们先认购600份，好，600份，掌声鼓励。社会局为了让企业、团体和社会大众了解身心障碍者的努力和能力，每年都会利用中秋佳节送礼习俗，协助身障者促销秋节礼品。陈菊市长特别感谢赞助企业热情相挺，希望借由大众的力量支持肯定身心障碍者，让身心障碍者逐步自立，活出自在乐活人生。颁发感谢状。这是每年的中秋节，我们都会一定要跟帮忙所有的身心障碍团体，那我们都希望大家给他们机会，支持他们。如果中秋节大家要送礼啊，是不是就选购我们所有身心障碍团体哦他们的很多产品？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赞助单位。参与秋节礼品促销展的19家团体，采用食材包括荣获青农奖的花生，以及大寮大树区小农自产的香蕉和凤梨等等。各项产品都有食品业者登录，使用的器具、包装、容器都经过卫生认证，民众可以安心享用。他们也有很多的认证，一定是让大家吃得安心，用得放心啊！所以我看到今年参展的团体，他们全面完成整个食品的登录，啊，这是很进步。还有整个器具、容器、包装，整个卫生的这个认证，所以这个提升产品的品质。所以呼吁大家，你做你放心的买，我绝对是非常哦，一定是一个优质的产品。市府社会局表示，今年购买满2000元身障秋节礼品，就可以兑换大卖场100元的礼券。购买3000、5000和6000，还可以兑换其他赠品。礼券和赠品数量有限，兑完为止。港都新闻张世明、赖昌邦采访报道。开车族的朋友要注意了，高雄市警方从25号开始展开为期一个月的交通大执法，对象呢就是路边违规停红线的车。由于事前经过多次宣导，所以警方在执行取缔时是一点也不会手软。除了针对并排停车外，红线违规也是取缔重点，在开始第一天就开出多张罚单，警方也呼吁驾驶人别为了省时间跟荷包过不去。高雄市民可要注意喽！警方从8月25号为期一个月的加强违规取缔，包含路边红线违停、并排等等，都是取缔重点。民众可得注意，别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我来拍拍手。哎呀，这边处理一下事情就要走了，可是就没那么快啊！你们速度比我们快。
这位被开出罚单的民众原本以为只是把车暂停一下，没想到这样其实已经是违规停车，不仅会造成危险，警方也会立刻开单处理。就是因为我们目前接到的110违规派案当中，以交通为主占了大宗，所以我们就把110的检举热区来做一个大执法，希望能够降低这个110的检举数，也顺便还路于民，让人民有更好的通行空间。高雄市违规停车事件相当多，其中又以并排停车最为严重，影响用路人及机车族的安全。警方呼吁民众别为了贪图一时方便，害人又害己。这样举例都遇到说，我只是停下买一个便当，不到30秒，不到3分钟，可有时候车祸就是这样子，往往就在那瞬间就发生了。取缔违规停车固然可以维持道路安全，但民众也希望政府能多设停车场，让车子也能停得安心。警察大哥一小心，那我们是尽量配合，就是把车子停开。但是也希望未来高雄市政府可以的话，可以帮我们汽车啊多辟一些汽车停车位，因为最近的汽车停车位真的少了蛮多，都是机车格啦。高雄市警局25号开始展开为期1个月的交通大执法，对象是以路边红线违规停车为主。由于事前已经经过宣导，因此警方这次取缔不会再手软，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和自己的荷包过不去。港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在长照2.0计划中，新增 A、B、C 级的社区整体照顾模式，其中五甲日照中心设定为 A 级的长照旗舰店，可以提供小规模多机能服务，像是交通接送以及护理课程、餐食服务等，都大大减轻照顾者的负担，让长辈接受专业的照护，又能回到熟悉的家中，有尊严的安享晚年生活。高龄100岁的郑爷爷在女儿的搀扶之下坐上车，和其他长辈一样，要到五甲日照中心活动。好，你踩一只脚。一进到中心休息一下，社工们就带领长辈们做健康操，准备展开一天的课程。会选择来日照中心，郑大姐说，是因为8年前郑爷爷不小心摔伤了，让她惊觉爸爸的体力急速退化，不能整天待在家，就把他送来日照中心，和大家一起活动筋骨。有点失智的时候，他就不想动。这边的话，他有很多的人陪伴，然后还有些活动，各方面对他来讲。对他来讲是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方法。这一天，中心请来护理师教大家享受足浴。坐在郑爷爷旁边的潘爷爷今年94岁了，潘爷爷也是因为体力和记忆力慢慢退化。8个月前，女儿潘大姐就和家人商量，把爸爸送来日照中心，减轻大家的照顾负担。知道说五甲这边是离我们家小港最近的日照中心。那我们就觉得说，应该让他来参加一些，一般人那个一般等于说正规的照顾。他的经我们经络是降下来，但是不一定是直的，因为他会跟着血点连接。泡脚泡得差不多了，接下来要脚部按摩。在护理师的教导下，郑大姐和潘大姐都蹲下来，弯着腰帮老爸爸按摩脚部穴道，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护理师就会看长辈的足部有没有发生一些状况。那有些糖尿病的长辈的话，他可能足部可能会有一些伤口，就很不容易愈合。那透过这样的活动，我们把长辈的脚可以拿起来，就是帮他们看一下，顺便护理的部分。才泡了几分钟，两位老爸爸都已经舒服的快要睡着了，看在女儿的眼里，算是一种安慰吧。当别人帮他洗脚的时候，我想对他来讲应该是觉得他有受到重视。他把我养到这么大，所以我觉得回馈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回馈。有运动，有跟小孩子互动，心情也会特别好。嗨，那基本上来跟之前很大的差别就是他情绪会比较稳定。来到日照中心，由社工们帮忙照顾长辈，家属就可以趁机会休息放松一下。中心特别安排头皮舒压课程，透过精油和按摩工具，让紧绷的肩颈和头皮立刻松弛下来。一定会有压力，因为他我们都会生病嘛。他有时候尤其生病的时候就觉得真的很无助。如果是家属，一整天来照顾，压力会很大。
不论是有没有人轮流，都是压力很大。经过一个上午丰富有趣的课程之后呢，到了中午用餐的时间了。因为长辈的身体状况以及口腔的咀嚼能力不同，所以在食物的处理上面呢，护理师也会做一个特别的处理。因为有些长辈像他们年纪大了，比较退化了，那退化所以吞咽困难就会比较有吞咽困难的状况。那像一般的饮食，可能我们像我们吃饭啊，就是比较硬嘛，那我们就会把它再煮比较软一点，或者用稀饭让它吃这样子，或者剪比较细碎一点。五甲日照中心标榜小规模多机能，在长照 2.0 计划中规划为长照 A 级据点，提供交通接送、课程内容、餐食服务等多样的照顾服务。长辈们经过评估之后，也可以选择到 B 级和 C 级的照顾据点，同样也可以获得很好的服务，减轻家庭照顾者不少的照顾压力。让长辈可以来这边，然后我们透过一些其他的活动上的一些训练，那甚至我们这边也会跟他互动，那去让他慢慢的可以恢复，也许不是恢复到原本以前的状态，但是至少他是状态可以慢慢的回来。亲爱的，我变老了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实。在一区一日照的政策下，透过日照中心有系统的课程安排，可以延缓长辈的失能失智，而晚上长辈就能够回到家中，在熟悉的环境和家人的陪伴下，安享有尊严的老年生活。港都新闻潘志光、赖昌邦专题报道。因应全球及区域经贸环境演变，港口转型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为了促使市港更加密切交流，第四届市港合作发展论坛周五在高雄市立总图登场。交通部长贺陈旦也专程南下致辞，期盼透过深度的对话，启动市港合作转型发展的崭新契机。第四届市港合作发展论坛周五在高雄市立总图登场，交通部长贺陈旦专程南下致开幕词，受到与会代表热烈欢迎。感谢这一次论坛的指导单位。不管我们今天在这个北边的基隆、东边的花莲，或者是我们的安平、高雄这一带，大的游轮、小的游艇，乃至于说是娱乐渔船所带来的，我们要到海上去体验。变成是旅游的延伸，旅游的新的一种服务的类别，这都代表过去纯粹以货为主的港的发展，现在都必须要跟人来做结合。贺陈旦部长表示，世界变迁快速，一定要用新思维面对市港合一，才能够迎向不同的挑战。而包括部长在内，高雄市副市长史哲、台南市长赖清德等全台七县市也在会中签署港群市港合作发展宣言，追求港市转型共荣共好的目标。请签署港口建设与发展呢，是有赖于在地城市协调配合。我们港务公司跟所有这个有港国际港埠的这些城市啊，在这个平台上面可以充分的交换意见。那这一次的这个论坛里面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当然是大家关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水岸开发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是邮轮经济的部分，第三个部分也是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港区里面相关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推动啊，是不是跟城市这边有可以进一步的合作。论坛当中，除了聚焦市港合作转型之外，也就政府新南向政策为市港所带来的商机进行深度讨论，希望透过宏观的角度一同思考台湾港市产业南向发展的机会与挑战。请交流达成港都新闻林庭阳、王思武采访报道。独蛋事件也扩及到高雄哦，高雄鹿竹两家牧场被验出鸡蛋含有芬尼普的农药成分，市府农业局执行移动管制，将牧场的蛋鸡和鸡蛋封存，合计100多箱的封存鸡蛋，后续将进行销毁。初步调查，这两处牧场鸡蛋都销往台南地区，并未流入高雄市。市府农业局和卫生局出动人力前往鹿竹这两家牧场进行移动管制和封存作业。因为农业局日前配合农委会进行全市蛋鸡场采样，初步检验结果出炉，这两家牧场鸡蛋中的芬普林残留超过标准，所以蛋品的流向，蛋品就会把流向蛋品的办法会把它追回来。第三就是现对那些封存蛋品，我们会做后续的销毁动作。然后第四就是说，就是如果说像
那些蛋品，如果说事主他觉得说他要申请复验，要想上市的话，他必须要申请复验，复验结果检验合格化，才会解除移动管制。芬普尼是农药的一种，大多用于杀虫剂使用，专杀蚂蚁、白蚁、甲虫、蟑螂、扁虱等等。但是一些研究实验证实，芬普尼会危害动物和生态环境，同时它也是一种致癌物质。它可能对那些杀虫会杀，是这种杀白蚁，其实是蛮有效用的。那基本上建议来说，如果说你真要用的话，是要在空设时候，就是整个鸡舍里面没有鸡手，你去做消毒 ，OK， 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有鸡的话，它会基本上会可能也许会借由，一些残留的东西会到饲料里面去，鸡吃进去的时候，也许会造成后续的所谓蛋残留的问题。根据了解，目前只有在鸡蛋中发现芬普尼的残留，民众如果要避免买到问题蛋，可以透过履历标章或扫描 QR Code 查询鸡蛋生产牧场所在地。即使在传统市场买蛋，也应该了解鸡蛋来源。在选购鸡蛋上面，就是尽量采购这个有 QR Code 履历标章的这个鸡蛋。那另外也可以经过溯源去了解说这个鸡蛋的畜牧场的来源，那上农委会的网站去确认说目前是合格的蛋品。初步调查，这两家牧场的鸡蛋是由台南一处中盘商收购，市府已经通知台南卫生局追查下游贩售业者，即刻停止贩售和下架，并且退回牧场封存，等待集中销毁。港都新闻潘志光、赖昌邦采访报道。您认识蒸汽朋克这个复古又超现实的虚拟主义吗？推荐您到博尔艺术特区的当代馆去一探究竟。今年策展人以时光胶囊的概念平行穿越三个时空，并以高雄为起点串联日本东京。这次台日双联手就是要打造独树一格的亚洲蒸汽朋克艺术。推开神社鸟居大门，一不小心就穿越了现实，来到三个不同的平行时空。这是由蒸汽和传统特斯拉电力组成的时代，而这种既怀旧又虚拟的未来主义被称作蒸汽朋克。以工业革命时代的齿轮啊、蒸汽啊等等的低科技做媒材做发想，那朋克部分呢，是它会将我们已存在的各种事情、事物重新组装成为新的物件，那个物件将会就颠覆我们的想象。典雅维多利亚风格搭配金属齿轮，优雅又充斥反叛性格，不管服饰或配件都展现出蒸汽朋克的迷幻魅力。而这些都是来自日本东京发明者协会首次来台空运超过50件作品，重现日本最大蒸汽朋克季。大家会误以为是角色扮演空间，但实际上并不是，因为蒸汽朋克它其实尝试是将虚拟的想象带落实到这个真实世界。那这次东京发明者协会，我们以它的 Steam Garden 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明治民主的部分，把将这时空设定在明治50年东京，但实际上这是并不存在的时代。离开被幻想出来的日本东京明治50年，进入到台湾艺术家青酸甲的绘画创作区域，熟悉的高雄火车站和日治时期重要人物，每幅作品都能感受到浓浓的港都在地位。那因为青酸甲将蒸汽朋克的工业革命时代，就是转化为台湾日治时代，就是一个大量的西方文明进来的时候，那现代化的台湾，它把它的焦点是锁在一些小人物身上，或是我们长明历史，所以它透过蒸汽的符码，让大家去注意我们这一个高雄土地的故事。那希望透过这个展览，可以大家看到不一样的魔幻高雄。不管你是被复古华丽又反叛的服装所吸引，还是标准的金属工业迷，博尔艺术特区这场至2000年后的你蒸汽朋克展，绝对能满足您对虚拟世界的奇幻想象。港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想要跟需要有什么差别？这个问题或许连大人都很难回答。不过参加儿童理财班的小朋友却是相当清楚。为了让理财观念从小扎根，高雄市最近出现专为小朋友推出的儿童理财营，透过游戏来学习怎么理财。果然不少小朋友上课后就立定志向，要努力存钱来完成许多梦想。请问钱怎么来？好，大家一起说。工作，工作分了两种，一种叫做靠劳动，第二种叫做靠创意。老师提出问题，台下小朋友踊跃回答。这里可不是文理补习班，而是教导小朋友如何理财的儿童理财班。
把塑胶筹码当作钱币，透过故事及游戏，渐渐将理财观念导入，让学童们明白想要跟需要之间其实有很大差别，无形中就能把不需要花掉的钱给省下来。理财的观念其实从小建立的话，对他未来的发展其实是更好的。像我们熟知的，像巴菲特，巴菲特他大概7岁就开始做理财，所以我们从小让小孩子有这样的理财的观念，对他们未来不管他们选择工作也好，或者说他们工作有了收入之后怎么去做规划，我相信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子，本身是保险从业人员，对于理财也有独到的见解。黄老师让孩子从小培养正确的金钱观念，长大能财务独立，也不会跟妈宝画上等号。如果上了这个理财，你就是以后长大后做工作就对理财有概念，然后有可能赚的钱就更越多，想要的东西都会很想要买，然后就是会去跟爸爸妈妈吵。那现在呢？现在不会，因为知道不该花的就不要花。他们也会学会分辨什么是想要跟需要。那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教会他们延迟享受，教会他们延迟享受，然后怎么做储蓄，那怎么去设定自己的目标跟梦想，这样子。瞧，上课了，小朋友都已经懂得钱不要乱花，甚至还立定志向要努力存钱完成梦想，也真的落实上课的目的，理财要从小扎根。港都新闻李佳龙、罗少君采访报道。今年暑假高雄捷运可以说是大丰收，因为捷运公司规划多项活动，再加上演唱会助攻，8月前3周运量是大爆发，平均每天约184,000余人次，8月总运量渴望打破历年来的夏季成绩。每年暑假人潮是高雄捷运运量最旺的时刻，过去7、8月间日均运量动辄在165,000多人，甚至速度冲破170,000人次，而今年8月前3周拜演唱会帮忙，已经达到日平均184,000余人次，如果最后3场再开红盘，有机会让高捷8月运量再往上冲刺，突破去年8月纪录，替高捷夏季运量改写纪录。接下来提供给您港都生活讯息。提醒您，为了配合国家数位化政策，庆联港都有线电视从即日起针对楠梓区进行有线电视数位转讯作业。如果家中还有电视机没有安装机上盒，请立即升装，以享受更多元的数位生活服务。那么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带您一起来关心。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4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晴时多云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罗少君，我们下次再会。脚印深入在地，记录时事，掌握高雄脉动。周一至周六晚间六点，最关心高雄的新闻，港都新闻。要将一块平凡的插曲刻出一层红啊，就必须要用心看设计。